你觉得你可以吸得到韩国瑜的票，你可以吸得到吗？没有啦，这个就是这样嘛，这个都是每个的讲法。国民党的议员说，如果韩国瑜不出来选的话，国民党的基层会改投你。你觉得你真的可以吸得到这一些票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有拜访媒体的老板，我发现他们对哦，从现在到明年投票前一整年的节目都非常有把握，因为每天讨论这个，大概他们就确保这个晚上扣节目一定有人看。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吸得到韩国瑜的票，你可以吸得到吗？没有啦，这个就是这样嘛，这个都是每个的讲法啊。对我来讲的，我发现我还是每天做我的事。